喂，小燕，怎么了？你的声音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闹肚子。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想提醒一下你，最近晚上尽量减少出行，或者带助理。如果遇见什么奇怪的人或奇怪的事，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你也许觉得我疯了，因为我也觉得我疯了。可是。 我真的觉得上次车祸丢失的休眠体苏醒了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因为我也不相信我自己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不过现在必须要去趟厕所了。我怎么会不相信呢？ 我当然知道他苏醒了，因为我现在快要被他的黑暗料理给弄死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快送我去医院！我估计是食物中毒，快挂了。不过你也不用自责，我也不需要特殊治疗，因为我一定要把我的第三次初吻留给我的男朋友。 心跳这么快，脸这么红，原来你也是女人啊！我当然是女人，我还是女神呢。我都说了不用特殊治疗了，你听不懂人话呀？叶人渣找过我，小燕又打电话告诉我，让我注意苏醒的休眠体，他们简直是福尔摩斯和华生上身，他们查到你身上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你这样随便就有，万一哪天他们把我拖去验血怎么办？大不了我带你去深山老林当野人喽。完全无法沟通，为什么要跟你去深山老林啊？你不是很有钱吗？唉，连朋友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，一个妖怪不抢银行哪来的巨款啊？如果告诉你呢？ 也不是不行。以前的人不会摆这种姿势的。我是现代人，为什么要配合你的审美啊？ 别玩了，我是来找回忆的。骗子，明明说告诉我钱怎么来的。好吧，好吧。怎么找回忆？我在跆拳道馆认识一对母子，有很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好像很久之前，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对母子，还好心救过他们的命。像我这种只把重要事情忘记的，叫情节性失忆。 其中一种治疗方法就是重复经历以前的事情。我之前的旧宅现在已经闭馆了，所以只能凑合一下差不多的场景，找找感觉。麻烦你认真一点。好，为了赶紧解决你这个心头大患，晚清风，走起。 多年前你就住类似这样的房子，那也绝对是豪宅了吧？是不是有不少姑娘哭着喊着要嫁给你啊？对了，情杀，
也许你老婆发现你是个怪物，然后就……不可能，我肯定没有夫人。我若要娶妻，肯定不会委屈了她。可我住的宅子里面，没有一点女人用过的东西。你又不是女人，你是不是负了什么男人？你能不能保持思维正常？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就没办法保持思维正常。我没有那种嗜好。你对我也没那嗜好啊？我对谁都没有嗜好。男人都这么说。嗯。你看，在这世界上呢，只有太阳和星辰，是我出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的东西。将军白头，红颜枯骨，转瞬之间的事情，长生会消磨掉一切的好奇和热情。别那么消极嘛，人活着总会遇到好事。只要活着，就会遇到好事。再带你去一个地方。